Hello， 大家好，我今天好兴奋哦，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哦。你知道这本书在我手上是什么吗？它叫 Physician's Desk Reference， 就是我们简称的 PDR， 美国医生手册。如果你仔细看，这是我们2013年第67版。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我现在翻到其中的一个页数。我们常常就说啊，我常常都跟人讲说，哎，我们如新的产品有进入美国医生手册，哎，那口说无凭啊。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首先我们会翻到2765页，然后你会看到我们公司的专门是就是出内服用保健食品的这个系列叫 PharmaNex。那下面是我们在美国盐湖城科研中心的住址，这个你可以上网去查。那首先呢，我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 PharmaNex 这么特别。因为我们 PharmaNex 所有出的产品都是用纯天然的食材，那就是我们所谓认知的就好像所谓的中药一样，所以里面是没有含有化学成分的，我们所有 PharmaNex 产品都可以安心服用。那第一个我想介绍的就是我们 AgeLaw 的 ADR 产品，它是有所谓我们现在划时代的新的生化科技，我们所谓就是回春的保健品，然后基因微调 R 平方。这个产品很厉害的地方是，譬如说它让我的爸爸白头发变黑头发，然后长出头发，然后有让我自己10年的过敏，对青葱洋葱的过敏完全做了调整，然后身体不再对这些食物有不良的过敏反应。接下来我想介绍就是除此之外，我们公司还有 Colimax 啊，其实这里面有萃取冬虫夏草对人体需要的比较好的营养素，那也叫做菌配。这个产品呢，我们很多人都拿来做身体的就是能量跟那些体能的调养。再来我想介绍就是说我们公司有一个王牌产品叫如佩。那其实如佩是什么？听起来很陌生。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人所知道的综合维他命。那但是这个综合维他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平常的人都以为说我们进去保健食品，你自己买了维他命 B， 买了维他命 C， 买了钙，你就一起综合使用就好了。或者是市面上一些综合维他命，像其他的有一些很出名的 C 开头的牌子，但是我们殊不知，其实维他命在你摄取的时候，那些科学家跟营养学家他们最近发表了一些研究，就是原来你在摄取这些综合维他命的时候，他们要有一定的成分比率，才可以在身体里面发出最好的吸收跟最好的效用。然后我们除此之外还有深海鱼油也是啊，然后还有灵芝跟我们的绿茶锭。那我们的绿茶灵芝跟绿茶锭呢，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真人见证，就是患有癌症的病人，他们会用我们如新的灵芝跟绿茶锭做身体的疗养，然后效果都非常非常好。如果你们想要知道多一点资讯的话，可以跟我们寻求很多医生他们在网络上做的那个分享，然后我们都有收录在 YouTube 里面。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本美国医生手册，然后谢谢大家。